在龙其实就是因为其实他们他一出来，其实你知道他一出狱做了什么事情吗？他一出狱就赶到这个三星的总部，听取副会长，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个跟三星的所有的，包括制药、三星生物制药，还有就是所有三星的这个各业务物品，他马上就回到三星。因为你放我出来耶，你就是政府其实也是冒着这个政治赌注，因为全民也在新瓦台也在骂啊，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让这个就是罪犯出来，就是提前出来。但是呢，他也就是也必须要戴罪立功，包括第一个，我刚刚再讲重点讲一次，第一个就是要追赶台湾的半导体，他前有台积电，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半导体的晶圆代工，后有英特尔追赶，然后现在要赶快去美国设厂，听说他现在已经大手笔投资了，在昨天宣布就是要花台湾台积电两倍的钱，然后去美国投资。但是时间会不会太晚呢？我不晓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莫德纳疫苗的部分。莫德纳疫苗的部分，因为今年在南韩的 Delta 病毒非常非常的严重，等于是他们验出来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的时候呢，其实已经等于是说已经有大概成长了大概73%的人都是 Delta 病毒，而且都是年轻人。所以现在他不但要就是等于是说，因为莫德纳疫苗在欧洲可能要涨价了，那南韩政府也希望说他去代表，因为他有非常会谈判的这个技巧，所以希望他能代表这个莫德纳疫苗的这个谈判大使。然后呢，另外就是因为三星制物，因为当初就是晶片换疫苗这个部分是答应等于莫德纳公司，就是要在三星的这个生物制药在南韩能够就是自制莫德纳疫苗这个部分，所以这一切都要等李在镕来就是决定。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还有就是 SDI 或电动车，其实很多的产业都已经在追赶三星了。加上自己三星的这个手机的这个业务，虽然三星还的手机业务还是占三星整个总体量最大的一个部分，但是现在大陆的这个手机呢，其实已经就是在追赶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六七月份的这个销售量，大陆的手机的销量已经超越了三星，当然是在目前三星还是第一名，那第二名是苹果。但是它如果再不出来的话，可能三星的手机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就是来就是拍板定案，包括它现在只能用就是比较大家可能最近看到的广告，就是折叠式的手机，可能大家想要买，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折叠，它现在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面对包括苹果跟什么大陆的这个一些就是大陆的高规低价的手机，它打出了这个折叠式的手机，这两年都打出这个折叠式手机，但有没有效呢？李在镕出来也要拍板定案，这是几个李在镕出来必须要做的任务，可能压力对他来讲很大，但没有办法，就是他的任务。不然南韩政府就说又要骂政府啦，又要去抗议啦，就说你今天放一个财阀就是提前出来干什么呢，对不对？好，现在呢，他刚刚有提到他爸爸李健熙也戴罪立功啦，他当时那时候就是总统特赦了他两次，他有把这个2018年的冬季奥运办成，所以算是成功的，就是戴罪立功。现在就看李在镕这几个任务能不能做好了。